找机会直接 Q 他，可以打 QA， 有被动打 QA， 没有被动就直接 QQQ。A 拉开，这里给个鸟。Q， 我们站在这里等就行，别急。他要去成功了，我们就过来再 Q 他一下。A， 再往后面拿，被动给他靠上，他死了。不要站撸，要打拉手，这样拉手就能打得过他。如果你站撸的话，他这个致命诅咒是非常厉害的。我就不要和他站撸，我就在后面 QQQ， 我 Q 你，你烦不烦？气死你，气死你！你邪废了吗？没有机会，我差钱，我不能回家。我不能去了，我要处理兵线了。我没状态，我去了我就要被嘎。我不来也，不来一会要挨骂的。啱啱好啊！哎，咋回头呢？这不能怪我，那不是你给我点问号，那我能怎么办呀？我不跑，他捅我啊，大哥！应该换一个，什么叫我跑什么？我跟你一起送嘛，大哥，这人有点奇怪哦。他捅你，你死；他捅我，我也死啊，大哥，我也顶不住啊。我听他没用了，听他又不给我加经济。直接推兵线，他藏起来。当心打他头！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这屌毛！我用了键盘很便宜，我对键盘来说没有什么要求，就鼠标有点要求。不要相信不要激我的思维。直接带走。比尔吉沃特，直接回家。下路可以给个大招，先等队友到了。然后大招直接开出去，就打火男吧。哎，本来还能给我一个助攻。沾满鲜血。这哥们有鞋子，还不如打火男。打火男还能杀一个。这被我减速了都不打，那个有鞋子的追又追不上，追他干什么呀？烧吧！大海和人们背叛。为什么要给他换线？打他顶怎么打存的？打得过的。当心炸药桶 ！Rampage！ 好死！这永恩给了他什么好处，才可以让他来上我挨打？你们猜猜，他俩是谁说的换线？很有耐心吗？更多火药！还好是德班的人，哎呦，还被他 W 到了，我的，死的原因是因为吃了 W。我不太敢吃他这个。暴击了，不好意思，我骗你们。我想了一下，退一步越想越气。
忍一时越想越亏，我就干他，我操，怕锤子，你还没见过死，这不回头干他算什么英雄好汉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干就完事了，我非常的勇，完了这勇人扛起来了，我上路速度太晚，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，哎炸空了，给他扭，给他扭空了，我操我的，当心炸药桶，清算就要来，不要给他机会，直接回了，这恐怕在搞我，太大了可能还他妈还不让我上线，叫男人过来，快点！哎，这他妈没闪。我要夺回属下的一击。有大吗，阿兰？我再 Q 他一下。追不上你。哎，这波很白。男人没大。他还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速度残，速度残，一塔要没了。打断回城了。然后我们去那个巢里面蹲那个卡萨丁，确定没有视野了，我们再来这里当船老六，先卡一个药关。船长的统治是可以卡药关的，卡完药关之后，无论你药关有没有进入 CD， 你都可以触发药关，就是 Q 先触发药关，再平 A 这个统治。一瞬间可以打两个妖怪伤害，等他先交大招。然后最后面再吃一个 W 触发妖怪斩杀他。不服就打到你服，他老喜欢踩脸。不要以为我不在意，两个药关不是 bug， 他船长的统治本来就可以存一个药关的，以前他有 bug 是统治的药关可以叠加，后面那个 bug 修复了之后他就只能存一个药关，你存两个的话伤害是不会叠加的，很多玩船长的兄弟不知道，但是我对船长的了解啊，特别特别特别的深，特别特别的牛，我比船长更了，我比船长对他自己了解更深。他不来了，你想骗我是吧？多放一个，还行。是被永恩拿了个大人。这种英雄都是给他起来换小毛，这也能给我打残的，这应该是真的恶心。我操！又一个，不过人头不是我送的。我急了呀！想干嘛？想干嘛？
人就秀起来，好秀，好秀。那你不懂，一步就是爆炸。我操了呀！我本来不会死的，他吃了个被动，他妈的龙还被抢了，我操！别给他们发育了呀，来呀，龙就被抢了，还不还？其实打算保护我更好一点，还好我微枪这把温秒了，如果刚那个德邦切我的话，这个男人进去就自己送了，幸亏他们这波少了个那个卡萨丁，没有人来收割，不过我们狗头也不在，要不就拆下路，中路兵线不太好听。来了，你先在后面一点，德邦肯定要屏住。这不爆，我虽然失去了传灵，但没有失去灵能。你拆不了，他们走了，没办法拆。先丢了，我怕有他们给我卖了。一路看回比尔吉沃德，发有人吧。这真的太丑了，这太塔赢不了。鲜血，当心炸药。他们还有三个人呢，小心点。还要送龙呢，我拆水晶剑。我不敢去 A 这个塔 ，A 这个塔容易被点。先把水晶拆掉，看看情况。丢什么就把他们吓跑。他们不敢来打我。不行，我要再杀一把，杀一波这个德班，捅我，出来捅我！哎呀，别拆呀！让我做了他呀！我操，我忍了很久了。